你为何要回来？陛下，臣不知道您早有打算，只是听说您有危险，就赶快回来了。侍臣擅离职守。 你成为玉，以后你不许再做这样的蠢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是为陛下做的事，永远都不会是傻事。命运在暗中摸着，一动脸向细雨，人间俗世难及，爱恨皆伤及痴愚。 朕在帮你想，如果你武功全废了的话，还能做什么呢？帮朕抄写文书？但那也不行啊，就你那手烂字，算了。啊，陛下，我什么时候说我写字烂了？您不知道，我是紫翼局一顶一的高手，写字。 这么厉害，无论以后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是不是一个废人，对朕来说都不重要。朕在一日，你在一日，那不是早就约定好的吗？再说了，我怎么可能会变成废人？陛下，您可别咒我。 打击大力，哼！不经意吹散风，现在经历的梦，这小小一风尘，一万世岁不重，却因彼此的幸福，通透万里浓。风雨剪一缕红，红剪一场风，君未觉情浓，情意。